超酷炫机器战警现身美国矽谷，白色弹头外形看起来笨重，但却能活动自如，可别以为这是吸尘器，这可是美国加州矽谷最新发明机器战警 K5。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see it and they go, oh my god, that's so cute. We've had people go up and hug it and they want to embrace it. 这台机器战警 K5 身高只有152公分，约137公斤，没有佩戴枪支，也不会追赶坏人，而是透过摄影机 GPS 定位系统穿梭在街道上。Watch what happens when you try and step right in front of it. It will stop, then it will redirect its path around you. 如果发现有人闯空门或是听到打破玻璃的声音， K5 就会将现场画面拍下来并回传到控制中心。若有人企图攻击 K5， 它也会立即发出警告声。甚至民众遇到危险也可以立即按下 K5 身上的按钮，就会有人来帮忙。目前已经有7台 K5， 但只有其中4台将在年底正式开工。动新闻综合报道。